有人掉到水里了，还不止一个人而已。仔细一看，这几个人似乎还快乐地在抓鱼。这可不是什么戏水池，这些半浸在水中的雕塑作品是大湖纪念公园的特殊地标。大湖纪念公园面积不大，但该有的步道区、大草坪、儿童游乐区和工人休息的石桌椅都有。而这里和一般公园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当属公园内数座造型特殊的雕塑创作了。湖畔旁交易渔获的小贩雕像姿态是栩栩如生，讨价还价的模样仿佛能听见他们正尔虞我诈的争论不休呢。